峨眉大直大力马拉松是一个结合路跑、爱心公益和旅游体验的活动，旨在呼应人们关注自身健康，同时关注社会公益，于2023年2月底在新竹县峨眉乡举行。此次活动由当地政府、社会组织联合主办，过去的会场都是设在复兴国小，出入口比较小，有些路段甚至需要穿越台三线中峰公路，较为危险。今年将会场运往峨眉国小，并新增全马组，经过中峰公路部分均有高架桥，较为安全，且会经过最壮阔的三峰公路细毛普吊桥、天恩弥勒佛、峨眉湖环湖步道、孔甘园及复兴和峨眉两个老街。这场马拉松赛事涵盖了全程42.195公里、半程21.0975公里、12公里及5公里等多个项目，供不同程度的跑友参加。比赛起点和终点均设在峨眉国小，让参赛者能在美丽的自然风景中奔跑，挑战自我。首先，你会经过细毛浦吊桥，这座吊桥跨越于绿叶盎然的细毛浦溪上，桥面全由木板组成，桥头可欣赏到令人心旷神怡的山林风景。接着，你会看到天恩弥勒佛，这座高达72公尺的铜像，位于峨眉湖畔，是峨眉乡的重要地标之一。从佛像周围的观景台上，你可以俯瞰整个峨眉湖及其周边的风景，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和生命的力量。然后你会穿越峨眉湖环湖步道，这条步道环绕着峨眉湖，沿途可以欣赏到湖泊美景、森林景观和各种野生动物，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游憩场所。最后你会来到孔甘园，这里是峨眉乡的主要农产品种植区之一，种植了大量的桶柑和柳丁等柑橘类水果，你可以品尝当地新鲜的水果和采摘自己喜欢的水果，体验到田园风光和农耕文化的魅力。除了以上景点外，峨眉大直大力马拉松还有许多令人期待的亮点。首先，这场路跑是一个以公益为宗旨的活动，除了提供参赛者挑战自我的机会外，也能透过活动协助峨眉乡的橘农推展桶柑，促进农业及运动旅游观光，帮农民卖出去更多的桶柑，让你同时感受到跑步的乐趣和奉献的喜悦。其次，路线设计不仅融合了自然景观，还兼顾了路跑的挑战性和趣味性，让你在挑战自己的同时，也可以感受到探索新事物的乐趣，让你在路跑结束后能够享受到一整天的轻松愉快时光。健康跑步是指透过有氧运动的方式，以轻松的方式去进行长时间的跑步运动，不仅能够促进心肺功能的增强，同时也能够提高身体的代谢能力，降低脂肪的堆积，进而达到减重的效果。此外，跑步也有助于减少压力和焦虑，能够提高自信心和身体素质，同时也可以增加社交机会，进而提高生活品质。当然，健康跑步不仅仅是为了减重或是增加运动量，更重要的是为了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，提高自我健康意识和生活品质，建立稳定的运动计划，循序渐进地进行。因此，健康跑步对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有着极大的好处。对于想要追求健康生活的人来说，健康跑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为了保障参赛者的安全和健康，主办单位将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和急救措施，并设置多个水站、补给站等。此外，主办单位还将提供丰富的福利和礼品，例如参赛纪念品、饮品、奖牌等。这次马拉松活动不仅是一个运动盛宴，更是一个展现社会公益价值的平台。参加者不仅可以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，还能够为公益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峨眉大直大力马拉松是一个具有多重亮点的活动，无论你是喜爱挑战自我的跑者，还是对峨眉乡文化和美食有兴趣的探索者，这个活动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，让你在峨眉乡度过一个充实而难忘的连假。让我们一起穿上运动鞋，投身到这场盛大的活动中，和你一起为公益奔跑。